现在五个人来也抓不死我，装备太好了。我说的是，等我回家，完装备出来。好。哎哎，哥哥，你这，妈呀，兄弟们，这小兵，我操，哦，去，他这么双 buff 啊？别，坏了。哥哥，你怎么这样玩游戏的呀？坏了，有个双 buff 的瑞泽。嗯，给摩的瑞兹没闪。妈呀，好烦！给我死，给我死，爹发脸，给我死！我的妈呀！我这样玩其实也可以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打不死我。我就这样，就这样恶心他，就这样恶心他，他杀不死我，他这就很烦，就觉得打了很多，我怎么感觉打不死？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盲网，贼烦。那明明一直在打，但是不掉血啊！脚痒，脚痒，蚊子在咬我。哎呦，你是蚊子吗？你不是瑞兹，你是蚊子吧？哦，你是吸血鬼吗？哦。蚊子，蚊子，哎呦，好痒，好痒啊！哎，他怎么 TP 了？哎，但那个瑞兹踢中路了，我们要上干那个上路吗？怎么说？有机会不？坏了，天威可以救我们吗？我来了，滚！我的妈呀，气死了！来进草吧，卖了，我牺牲了。卖了，哎，不该卖的呀，感觉。卖了，感觉不该卖的呀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我的，没想到你这么猛。我有1800，让我回吧，哥哥，我求求你了。EW， 滚！所以为什么打断我？我本来都要回家的。他 W， 打吧，你打我吧。是不是很烦？觉得真够 gap， 打野差距我爸爸真多。英雄联盟爸爸游戏，这中大好气啊，哥们。现在五个人来也抓不死我，装备太好了。我说的是，等我回家，玩装备出来。好气！哎，不上来！来，越了！慢点，我没大呀！哪一手？优先推塔，死！吃，你吃吧，我不用吃。吃吧，你吃吧，来，豪博，
可以，那我这个要吃了，插钱。你再帮我回我手下，我手下。可以，吃完吧。还有红，拿来给你吃。红算了吧，红我觉得算了吧，给他吧。这红怪我觉得过分了呀，别给他。好搞笑。他不在这儿，也不在这儿，没人了。我们要不推二塔吗？我可以扛塔，我们可以越。直接越。冰你吃，冰你吃，我不用吃。我们两个打五个。墙太高了。哎，这个。拉开。哎呦，我操！咳血用的太早了。我现在不说话是不是有点尴尬？我想一下怎么回你啊，天辉，给我一点时间哦，你给我一点时间啊，我等等，没想到，你是这种人，等我。你要快走，我要 TP 了，砍，我来了，砍，我救你，快走，天辉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等我，你先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想想怎么回啊，让我想想。咪哥，我是看别人直播学的。哦，看的是谁的直播啊？可以吗？你是我。滑板鞋主播。嗯。你不吃吗？哦，你是。你不知道吗？我红 buff 过敏。哎。我不能吃红。我只能吃三蓝跟 F 六跟蛤蟆跟那个。你这种英雄吃红很厉害的，我就很喜欢玩这种战士吃红。你说蛮王什么吃红 buff， 我知道。是的。如果是比赛的话，我肯定会吃红的。但是排位嘛，排位都让一下，让水友知道我是对水友那个队友特别好的人，然后到时候比赛直接吃个红，把林文山的红抢了。哈哈哈！哎，怎么这个人给我红？抢了他会生气吗？你说抢林文山的红 buff 吗？是的。但这个红 buff 其实是小天的，红 buff 都是打野的。蛮王五千亿啊，太有钱了！不会吧，哥们，笑死我了！对，我们两个很猛，我直接见人就上，你跟我，我下过去，我直接过去，他那瑞兹有二，啊，我被击飞了。快走！救命！德莱尔没到，我应该不会死。哎，在干嘛？哎，捡攻击力。我想 W 他捡他的攻击力，你知道吗？我 W 捡哦，这是加油。哎，被一波了，他连先锋都没放，被一波了。Nice。怎么说？我们今晚可以，我们几连胜啊？今天晚上。输不了呀，一把都输不了。一把都输不了。